在开始，红叶会当鲜花放林。游乐园风景区表示会总量管制，加亚历山团出兵将反对放林。国内今仔增加23本土病例，一人死亡，但是中共已经三礼拜阿天是无超过一，已经继续的登河。新竹台积电传出3员工患着病，员工阁继续扩大体检，公司是表示目前因为未受到影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2日公司暗时新闻，我是陈淑芬。新闻车时代看，咱国内今仔增加23本土病例，一个境外病例有一个人死亡。指挥官陈时中表示，阿天市会传染的人数已经连续三礼拜拢无超过一例，已经会阁继续登河。为了要提升头一档疫苗的注射率，指挥中心也宣布讲，除了医护人员、机组人员甲有新的护理人，第二档的莫德纳疫苗要隔28天才会当去做，两档的疫苗嘛袂当做无同款的牌子。现在新冠本土疫情稳定，拜一十二新增加23本土病例，个案分布在新北市10例上多，再来是台北市9例，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市甲台中市是拢1例，而且新增加1例死亡的个案。基本整体在三级的警戒，CT 值也连续三周都低于一，所以在预估未来的案件数，除非有特别大的一个群聚，那否则应该是维持在这样的一个确诊的案例数，那比较好的情况下，它还是会持续的减少这些相关的案件数。为了赶紧提升注第一档疫苗比率，指挥中心宣布，从即马开始调整莫德纳注第二档的时程。除了第一类医务人员、国际航空机组员，还有新的护理人注第二档莫德纳疫苗，伊是爱让至少28天了后来注以外，其他的对象是拢调整做至少爱隔10礼拜至12礼拜，而且第二档的疫苗原则上是无开放男的注。根据它的供应量，那还有相关的一些科学的证据，都显露10到12周效果并没有比较差。那所以在 ACIP 的会议第四次的临时会，做了这样的一个建议。现在疫苗虽然算上到位，注疫苗意愿登记平台到12下午1点为止，已经有272万3000多人上网预约登记。目前有60%的民众选择莫德纳，也那两个牌子拢愿意注的有100多万人。但是中表示，无排除会继续开放给50岁以下的民众来预约登记。我们的数量够，我们就继续往下面的年龄层再来开，所以我们在很快的时间就会开始来做这50岁以下年龄层的意愿登记。但是中强调讲，医药系统目前这批已经在下午5点结束，未来3礼拜拢是做 AZ 疫苗，相信16日就当开始做。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甲新竹市今仔拢增加一个，台中市是一个伫中山医学大学病院急诊室排班的确诊者司机哦。伊伫6月15日出现症头，7月11日确定患着病，已经扣出接触者了。新竹市是一个台积电的员工哦，伊捌坐客运倒来台北，台积电嘛正式讲有3员工患着病，员工会阁扩大来做体检。大门口。环保局人员详细清消地点，就伫中山医大附设病院的急诊室头前。台中市十二增加一个确诊，就是伫只排班的68岁计程车司机，在伊采检确诊了后，病情就转作重症。因为他住院之后，就症状很快速的变恶化，那现在已经进到加护病房，变成重症。那目前血氧下降，也目前还没有插管，但也有可能随时会有这个需要。台中市卫生局扩列10个接触者，居家隔离已经有9人阴性，1人等待结果当中。根据疫调，这司机为6月15日出现症状，期间家己买药啊看医生，拢无较好。7月12日采检确诊，这段期间继续载客。卫生局也调实连接资料，目前扩列12个乘客。另外，在新竹市也出现一个确诊的个案，是一名德科科技工厂的员工。他都是规律的从宿舍，然后到他所在的这个公司来工作。礼拜五下班之后，就会搭乘这个豪泰客运哦到台北。林地根表示，这个案的行踪遍布新竹县市甲台北，目前7月7日七到两天坐客运回来台北，目前已经确认18接触者居家隔离，也呼吁16个共车人主动通报。另外，台积电也发布声明证实，12有3名员工确诊，其中包含新竹市的增加个案。
戴哲林表示，已经考虑密切接触者做体检，目前超过200员工是阴性，相关检测会在两天内完成，目前未影响公司的营运。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北市今仔增加10例哦，台北捷运清洁工为着病造成新增的家庭群组感染，疫情嘛传出去了。清洁工的后生嘛去为何同事哦，清洁工的孙仔两个朋友嘛为着病，计共已经有10个人为着。针对指挥中心放任防疫限制，新北市长侯友宜就讲哦，目前地方政府的做法甲中央完全无同，伊认为中央甲地方的做法应该爱统一，才袂有争议。台湾疫情当好，也毋过新北市十二增加十人确诊是全台上最，有五人甲台北市有关。值得注意是，不在清洁工登记调病，为何家庭引起新增家庭群组？即马疫情扩散，包括清洁工的后生为何集中同事，爷孙也为何两名朋友累计十人调病？从七月九号到七月十号，总共有七个确诊，孙子又传给他的朋友，在七月十二号、七月十一号又有两个朋友确诊，其中他的儿子跟有一个同事在义丰宫七月十二号确诊。第十三批解封，台北将开放电影院，甲新北无同调，侯友宜将目标指向中央，强调中央达成一致性，就会当避免争议。地方政府大家几乎一致性的看法，跟中央的看法完全不一样。大家还是采取更低度的活动。中央统计全台疫苗出的量相当上多，新北市也有31.2万人。副市长刘和田无安尼认为，强调新北市有特殊的注射疫苗，讲疫苗出的量无意义。所以目前新北市剩余的数量里面是包括要针对65岁以上的长者，第一类到第五类，以及中央负责全权规划进行的第七类专业人员。所以目前有三种人员在近期里面都还持续在施打。新北十二启动5个大型注射站，侯友宜也是在注射进行，不过注射地点防止其偏僻，不利中者前往。卫生局表示，全市注射站增加到31个，病院也扩增到36间，诊所有262间。另外，第三阶段疫苗开放65岁以上中者预约，目前已经预约92,456人，预约率79.6%。侯友宜再三的发声，鼓励中者出门注疫苗。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发生两件注莫德纳疫苗死亡的案件，一个是64岁查甫人，一个是70岁阿嬷哦。也毋过，敢是因为注疫苗死亡的爱个调查。指挥中心表示，初九到十一有24件注疫苗了后死亡的案例 ，A Z 疫苗有17个，莫德纳有7个。医师问诊和检查确实无问题了后，民众就把手腕闭起来，要准备注新冠疫苗。不过，即马传出伫个台南中西区一个64岁男性，初十注莫德纳疫苗了后，十一下晡甲因厝内人讲，伊胸坎痛，喘气嘛有困难，送病院急救了后救无倒来。另外一个住伫个永康70岁负责人，十一早起注疫苗了后，迄天下晡因厝内人发现伊倒伫个眠床边，而且无喘气嘛无心跳，紧急送病院了后，还是无恢复生命的现象，不幸来过往。这个事情是不是跟疫苗直接相关？我们还是必须要请，这个中央来做一个判断，专业上的判断。今天上午检察官会同法医哦，已经相验完毕哦。那相验结果认为，这两位民众的死因哦，都是心血管疾病致死。嘉义市警察局一个小队长，6月中注 A Z 疫苗了后，出现发烧甲脚麻等等的症状，想袂到这个月身体阁开始无爽快，去予医生检查了后，才发现讲伊的下脚趾有多发性的血角。医生是紧急改动两次手术，为伊体内甲要到5公分长的血角提出来。也那这个小队长目前还搁伫个加护病房观察当中。目前他在外县市的医院就医，那是否会通报疫苗不良事件？我们会尊重该院的医师做专业的判断。根据指挥中心最新的统计，7月初九到11日之间，总共接到通报126件疑似不良反应的事件，其中46件是无严重的，也那其他疑似不良的事件有15件，另外有24件是疑似因为注疫苗了后死亡的案件，其中17件是跟 A Z 有关系，也那莫德纳是有7件。这17例是7女10男，那年龄是62岁到98岁之间，同期间也新增了7例，4女3男是。莫德纳疫苗接种后发生死亡的不良事件，那年龄是69岁到80岁之间。
指挥中心表示，根据疾管署提供到七月初七新冠疫苗逐天注射的数量，经过分析，无论注多一种疫苗，各年龄层男性、女性通报死亡的个案数量，拢无超过已故死亡事件的数量，也就是讲无超过背景的已故值。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甲鸿海已经甲德国的 BNT 药厂签约，大概一间公司开1,750,000的美金买500,000剂的疫苗。行政院嘛宣布讲，明年甲后年哦，拢至少订好1,500,000剂的莫德纳疫苗。也毋过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采购的证书阁还未完全核实。台积电甲鸿海十二透早发布信息，美国捐500,000剂 BNT 疫苗予卫福部，表示 BNT 疫苗买到啊。行政院10:30开记者会，感谢因出钱出力，建立公司协力的合作模式。关键的半个月，为6月18日正已成立专案开始，一直到7月11日下晡4点 BNT 完成签署，暗时11点指挥中心完成关键契约签署证书。政府决定由 CDC 哦，就疾管署，负责本专案的输入核准，汲取的 EUA 的紧急授权的事项，也决定给予原厂合理的免责条款。行政欢迎罗秉成强调，这版疫苗完全符合原厂制作、原厂标签、直送台湾等三原则，用色甲其他，而且拢是无偿捐予政府，由中央统筹运用。英联鸿海台积电发表联合声明，佮透露，按算上紧9月底应送到台湾。爱努力催疫苗到货时间甲数量。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表示，克服疫情挑战会变更加强韧。鸿海董事长刘永辉专权委托郭台铭主动协商。另外，资济基金会蔡培进都罗秉成表示，会顺台积电鸿海模式办理，预计应该用减少时间完成目标，也佫特别澄清政府主动 BNT 疫苗的无实在要件。卡在政府，这个讲法很卡通。既不真实又不公平。台积电甲鸿海1,000,000剂 BNT 疫苗有新的进展，为台湾疫苗供应注入一支强心针。伊阁宣布已经加买明年、后年至少各1,500,000剂次世代莫德纳疫苗。我们已经跟相关的一些大厂也都有做了一些联系跟讨论哈。那目前以大家在谈到这个，我们进行的速度是比较快。行政强调，若今年有还未到货 BNT 疫苗，会要规划伫明年做疫苗计划。总统府也发声明，肯定各方努力，互专案顺利推动，后续依然有确保疫苗供应的品质，甲市场这无形的工作必做，希望大家共同拍拼，互后续工作顺利。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开始，防疫会当小可放凉哦。已经停业将近2个月，屏东垦丁的夜市啊，按算10日开始要恢复营业。会限制单位的数量哦，单位甲单位的空间卖量较快。一寡游乐园个风景区卖总量管制哦，也是爱心预约。也毋过嘉义阿里山就传出讲，有当地民众是反对讲防疫上早放凉。原本休假应该真闹热，昆丁大街因为疫情未少店家就关门，暗过13特别未解封，已经停业将近2个月。昆丁大街夜市也决定在10日重新摆搭，限制人流上限1,500人，确保防疫安全。摊位跟摊位之中还有保持1.5公尺的距离，这个是中央规定安全距离。那再来，我们现在登记的有220摊，那我们会协调。另外，要重新开放的屏东海鲜馆第一摆用线顶注文，要伫入馆前一天先注文。另外，高雄期待游乐园也主动降载人数，只开放限定户外游乐设施加定点的游行表演。核定我们最高的人数是最大容流是6,000人，那我们还会再以更高规格的方式来降载，我们会以6,000人的1/4。大概就是1,500人左右来做人流的控管。苗台东的东海华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也打管制站，只开放6,000车位，降载进入的车辆数。国家风景区有条件开放，按过亲像地上的波浪大道、甲大埔地顶维持无要开放，因为未解封，细节真多，让人唔知要如何是好。台东县政府呼吁中央制定统一的通行进程。在还没有完全降为零之前呢，其实都有必要可以作为身份安全认证的一个机制。也有嘉义阿里山当地也烦恼游客伤过侪，会致使疫情扩开。疫苗施打不够，让村民又爱又怕被伤害。餐厅不能内用，啊，你说纯粹来这边度假的，
应该我想是没有几个的，也都是抱着说来这边避难。理解封规定是真复杂，加上国内疫情也未清零，何必着急者希望降级级搁开放，暗过也惊无生理无法度生活，对理解封陷入矛盾的情绪。记者综合报道。健身房等下一定所在，明仔开始哦，有条件开放。也唔过，日间照顾中心设置老大人社区的活动，嘛是搁继续暂停。有民间团体调查就发现，讲将近六成民众压力已经要紧绷了。有超过八成的家属办公，日照中心会当赶紧开哦，来消透因的压力。住伫宜兰，高龄93岁老太太活动自如，也毋过有坐骨甲失智情况。大约3年前，70多岁后生甲60多岁新妇，三者之时啊，将伊送托日照中心，降低照护压力。也毋过本土疫情爆发了后，日照中心关起来，家庭再次出现牢牢照护。新妇逐工需要伫透早6点外就起床，照顾大家规工的生活。那晚上更不得了，因为我不愿意让他弄尿布，宁愿请他起来大小便。那几乎我是不怎么睡觉，一直封锁到现在，这种心情，就像有的人给开玩笑说，老的袂倒吼，你就先倒啊。日照中心设在社区古店，因为疫情特别关2个月啊，影响大约2.4万的家庭。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问卷调查显示，56.8%的家属自评照顾压力达到10%。更加有达到88%家属支持这两种机构赶紧解封。有人伫门关留言，规工照顾失智长者，搁爱伫厝工作，规个压力爆表，心身拢真忝。也有人留言，长者一直关伫厝内，手甲脚退化，若果搁拐落去，可能规家伙啊拢起痟。主要就是日照跟失智据点的这些家庭就经常会接到这样的来电，就是抱怨他们在家里面的照顾现场是很混乱，然后特别是很多都是照顾失智长辈。民间团体支持站台500多间日照中心属于优先组入标第5类的长照机构，会当讲已经陆续注射。另外，湿地古店也未符合优先资格，不过长者本身年纪可能已经是优先的对象，呼吁政府量早定出解封时间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法务部最近只是各地检察署一挂轻罪通缉犯会使暂时免赶紧抓入去关哦，这嘛引起外界质疑。也毋过法务部强调讲，因为疫情，所以是针对确诊者还是居家隔离的犯人，就先毋免赶紧要甲因抓入去关。警察接到通报去现场，原本是想要找一个失踪的女性，不过来开门细做的男性是一直对空对空，讲话是踢踢吐吐。你房间有一个女的嘞？有啊。我刚刚就他一门的，你还在没有？这个男性看骗警方骗未过手，才乖乖配合。不过一个查内底女性的身份，失踪人口无找到，刷电脑抓到偷摕物件的通缉犯。高雄女子是屏东地检署发布的窃盗通缉，随即逮捕该女子，询问后全案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警方真无简单抓到人，即马通缉犯有可能阁被放出来。法务部证实，因为伫疫情期间有发函予各地检察署，那是因为轻罪去被判爱入监的通缉犯会当减缓法假。不过针对这点，都被批评讲是伫予通缉犯歇司法的防疫假。原则上必须审酌个案所犯的罪名、刑度以及是否为确诊者、是否为居家检疫、居家隔离者等各种情况。审慎判断是否暂缓花间执行。法务部回应讲，原本是烦恼家家会出现防疫空棚，才会让轻罪通缉犯暂缓法假。不过前3级警戒是4到10，新入监的人数要是有1600个。强调讲，应该爱入监的犯人要是爱入监。不过部分刑度较轻的通缉犯，若是暂时免关，这段期间要安怎管控呢？也必须统计，就是暂缓花间通缉犯的人的数量，那以及现行矫正机关它收容的情形跟疫情，以及接种疫苗的情况，那这样让措施可以预期、可以掌握，也会让监督措施跟脱逃的风险能够在有效的公益考量下面被权衡。民间苏改会讲，无论监督的措施，也是脱逃的风险，拢应该全盘考虑在内。因为若是雇用延后通缉犯发假执行的时间，恐惊会出现通缉犯脱逃等等无必要的疑虑。记者综合报道。本土已经冲击到劳动市场，资格总署公布5月份访请员工有810,900个人，是比4月份减少52,000人，薪水嘛减少0.75%，拢创下这几年来同期上悬的纪录。
我们在五月的中下旬，那疫情来的又快又急了，所以对于有部分相关的有一些内需型服务业的部分受到影响，所以在月变动的部分人数月减了 5.2 小时。那在薪资的部分的话，薪资是减少了 0.75 0.75%，那这也是同期最大的减幅。那其实它的那个减少的幅度的状况大概减少了325人，但是以相对以往的同期状况来讲，这个减幅呢是稍大了一点。主计总处表示，全部红车员工人数是比四月底减少52,000人哦，其中哦，饭店跟餐饮业减少18,000人，批发跟零售业是减少13,000人，艺术娱乐跟休闲服务业是减少7,000人，是变化较明显的行业。再来看我们国有邦海地总统莫伊斯在七号暗杀死亡，警方十日宣布说已经抓到嫌犯，是一个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63岁海地医生萨农哦。因为想要争做海地总统，所以请人暗杀莫伊斯。也唔过这案佫继续的调查哦。海地国家警察局在11号嘛开记者会表示说已经抓到总统个案中的嫌犯了。海地国家警察局长查尔斯在一召开记者会，表示逮捕总统红刺杀案中的核心嫌犯萨隆。萨隆是海地公民，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职业做医生。伊六月在保镖陪同转到海地，联络美国一间委内瑞拉安全公司，请用哥伦比亚籍的杀手比伯篡位做海地总统。C'est un individu qui était entré en Haïti à bord d'un avion privé.Avec des objectifs politiques, selon l'information que nous avons. Il était pris en contact avec une firme d'investigation qui est responsable de la question de sécurité pour le昨日暗28人的暗杀小组，拢伫莫伊斯位置首都太子港的私人主体，向莫伊斯红阿婆开枪。莫伊斯当场惨死，夫人马婷受伤，被送到美国迈阿密治疗。警方表示，因在微博涉案的哥伦比亚抢球的时阵，其中一个人是打电话给萨隆，萨隆佫联系另外两个人，相信这两个人就是幕后主使者。不过，因的身份还未公开。警方也讲，杀手表示，原本的任务是保护萨隆，逮捕莫伊斯。后来任务改变，也毋过无详细说明。Merci à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particulièrement amis nos États-Unis, qui déjà offrit aide li dans l'investigation et l'enquête là.警方在萨隆的住所发现印有美国缉毒署标志的帽子、20箱枪支、枪击零件、4张多米尼加汽车牌照、2台汽车和通联资料等等，总计目前已经逮捕18名哥伦比亚人，加3名海地的美国人，包括萨隆，还有5名哥伦比亚人在逃，3人方式。也不过国内有反对派议员无接受杀手行刺的讲法，因为莫伊斯的危险人员拢无受伤，更加像是熟悉关系环境的家己人所做的。自助暗杀行动的金流也还未厘清。总统被刺杀了后，海地陷入黑帮斗争混乱。美国派出安全和司法小组早已经去到当地评估局势。关系新闻是会长编译。明天在天气，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高35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高34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高34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高33度。外岛地区上低26度，上高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暗时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再同一时间咱再会。